今天想要盘点一下我买过的。这是我第一件 Lululemon 的衣服，它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北海道之前买的一件羽绒服，因为是去年冬天去的，我怕会冷，就是买了这件又轻又方便携带的。而事实证明呢，它的质量真的非常好。你别看它很轻薄，但它防水，而且它的口袋设计的非常好，就跟其他 Lululemon 的衣服一样，不管是裤子也好，还是上衣也好，它口袋伸进去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暗兜，然后呢，它打开之后，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带拉链的，都可以放一些重要的东西。然后后来呢，就陆陆续续的买了一些 On the Fly 的 Pants， 这条呢是藏蓝色的，还有一条是黑色的。这条呢是准备夏天穿的，一个灰白色条纹的。On the Fly Pants 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它非常非常的好穿。这条我买的是一条跑步的裤子，型号叫什么我忘记了，一会儿打在下面。这条裤子是一个21寸的，穿的话到小腿肚下面，非常好穿。然后另外呢，我还买了两条 Lululemon 的围巾，这一条呢也是一个深蓝色的围巾。这个吊牌我没有拆掉。这条围巾是全价买的，然后还有一条灰色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在阳光下去看它的话呢，有点灰粉色。这条围巾当时买的时候它是打折，是44刀买的。Lululemon 的围巾呢非常实用，但是呢我称了一下，它也很重，大概有362克，怎么说呢，快到一斤了。就想象一下一斤重的围巾围在脖子上，脖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。不过好在呢， Lululemon 的围巾呢你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披肩啊、马甲啊，好多好多种围法，所以说你不需要单纯的把它围到脖子上。然后另外呢，我还今天刚刚收到了几个包裹，这个是他家的一个City Adventure 的包，我买的是稍微大一号的，因为小号的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小了，大小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金色的拉链，包体是黑色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吧，它真的是非常好用。它背面有一个小的暗兜，暗兜里面可以放你的手机，这个暗兜里面呢还有一层小包，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，比较方便拿取的东西。然后前面这个兜里就是它的主袋，这么大一个，然后呢里面有一个网格袋，是带拉链的网格袋，大概这么大。然后侧面呢有一个放水壶的网格，这个样子的，把水壶装到这里面去，一般尺寸的水壶都可以 hold 住。然后主袋里面大概就这些包，我觉得这个包如果旅行的话非常实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大家旅行都会背一个笔记本电脑，它会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隔层，就是在这里，在这里正好可以放你的笔记本电脑。因为我以前出去旅行的话，笔记本电脑单装，然后在一个双肩包，在一个手提箱，就特别麻烦。所以这个包呢，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。然后还有两个包裹，我还没拆，我现在要把它拆开。这种包裹是澳大利亚 Lululemon 邮寄的 style， 据说在国内邮寄都是用盒子装的，看起来非常高大上。这一个包裹里是什么呢？哦，对，这是我在网上买的那条，白灰条的那个前头裤子，我打算把它退掉，因为我已经买到了。然后这一条呢，这一条是一个橄榄绿色的裤子，它是一个21寸的吧，好像是21寸的，上面写，但是它和那个 On the Fly 非常类似。它的名字叫 Keep Moving， 有一点点不同，可能在版型上很相像，但有点不同就是它前面这个绳是可以穿回去的，可以穿进去的，不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运动裤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放旁边。然后下一个包裹里，对，它这包裹里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穿着不合适的话呢，你不要有压力，你直接去店里退，或者直接在官网退货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包裹呢，对，这个包裹是一个深橄榄绿的On the Fly 的一个 pants， 我几乎把他们家的这个 On the Fly pants 都收集齐了，哦，还差一个酒红色。但是呢，我比较傻，就是我当时店里已经没有这个颜色，没有这个，完全没有这个颜色。然后官网上这个颜色也断号，只剩2号。就有一天呢，我看到有2号和4号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号码是4号，当时我看到有4号和2号的时候，我果断的买了2号，
其实我穿二号是很紧的，穿四号刚刚好，稍微宽松一点点。是等自己减肥成功之后再穿吗？还是退了再说吧？这个大概就是我所有的 Lululemon 的产品了，来一个合集吧。这个包有一个翻译 hiking， 这个是不知道名字呢，我不打算。这个包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包，它这个包呢是有点上宽下窄型，然后包呢这两边呢是有一个一边也可以放水壶的，然后在这个网上袋子里面会有一个加工袋子，然后这里呢你可以抽紧，在这个水壶前面呢有一个拉链，这个袋子可以放东西，可以放雨伞啊，这里有个袋子可以放东西，都是主要是放细长的东西。然后它这个包呢是防水的，但如果是倾盆大雨的话应该是防不了，但是那种普通的小雨或中雨的话是可以没问题，因为你看这个拉链都是被 seal 的。然后呢它这个主包呢是一个像袋子一样的，它和 Only One 和那个那款 Only One 有点类似，但这个打开之后呢里面就这个样子，它有一个网兜，这是一个网兜，是一个网的盒子，在网的盒子后面呢还有一个实际的这种防雨绸的另外一个盒子，这有一个小挂可以挂钥匙的一个小挂件。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包盖上呢，它里面有两个兜，这个打开呢是随便放钥匙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呢在里面呢还有一个暗兜带扣子的。这个包的设计我很喜欢，背起来非常舒服。然后背面是这样的，它的包带呢是这样安上去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两个可以 secure 到你的胸前，那你跑的时候或者爬山的时候呢，它包包不会乱动。而且呢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形来调整，把这个一推就拆掉。拆掉，然后呢，你可以，它这有好几个洞洞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身材、身高比例，然后往上安。